Got it. Tate.各位学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嘿，阿妹困有好无？应该昨操了真忝，所以较好困啦。一般呐，第一天来吼，介济人过铺拢困袂好吼。啊，我嘛同款，我第一暝拢会困较不安。哎，啊，第二天操了若忝哦，倒落五分钟就起汗啊。啊，我第一期来吼，迄阵汗。啊，搁过铺睏袂去好，迄三工真正足忝的。啊，搁隔壁拢讲比我较大声了，我都讲输人呢。哎，啊，我就想一个故事，较早我一个建筑师的朋友讲的故事，伊讲呐，因定去联谊会出去佚佗，啊，就知影讲啊，即摆会讲的规矩扣几斤啦吼，啊，要讲恁家己讲，啊，袂讲的较好睏安尼。哦，啊！即摆规工个做咧困开始，吼、哦，真正足劳累个。啊，着一个一个迄个吵醒个，到尾也拄啊剩迄个冠军个咧困尔，剩个拢起来看伊咧干。哈哈。啊，所以啊，我最近我有发觉讲，我无原来无咧干输人啊，原来有人学员困伫我边吼，隔工着搬去北京去啊。哦，啊，这是我二十八期来吼。练的功夫，即摆练到袂光输人啊！吼，好啊！我今仔咧讲这个农场管理啦，吼。啊，好，这我今仔大概要讲这个题目啦，吼。好来，所有的国家吼，拢一定爱有农业嘛，吼。因为人拢爱以动植物的吼来。得到这个蛋白质哈，来维生哈。那么过去咱拢讲阳光、空气、水是咱的生命的三大要素。好，啊，我就搁啊加一个土地啦哈。你若无土地，咱就变拢悬空啊嘛，啊变太空人。好，啊那么若无水，就无农业嘛。好，因为所有的动植物哈，拢嘛爱靠水，好来做。一个养分的交流了哈，比如你有些咱的农作物，你要落肥，你若无水，通啊，互伊做循环，哦嘛，无法度运作哈。那么，咱的水田是目前差不多农业用水用上最大的哈。啊，过来就讲咱的土壤，咱做水土保持。啊，这水土保持这个杂草，咱过去，然后阮爸爸因迄代人看到杂草，就敢若看到顽修人，吼、哦，欲去之而后快，吼、哦，因为迄阵早期无除草剂，除草是一个足艰苦、足高工的工课，啊，所以大家若看到草啊吼，伫一下未蔓延成灾时，就爱赶紧甲处理掉，吼、哦，所以以前要做农。爱花费足侪时间伫即个杂草的处理，但是其实咱的上天吼，伊发明即个杂草，其实就是咧做水土保持。你若一个山坡地，你若崩塌，哦，只要毋是坡度足大个吼，伊足紧就会当甲你发一挂杂草，甲你保护起来。比如你看，咱一般的耕地，你若看伊安尼耕耘放过了，落一阵雨，差不多一礼拜，所有草啊就搁发出来。迄就是伊惊讲，落大雨的时，即个土壤好的土壤拢表土嘛，足容易许大雨甲你冲击，准冲刷出去，准流去海。好，那么咱即摆因为杀草剂真容易出滴，吼，啊搁俗。啊，效率够好，那铺一片，那就死几片哈。啊，所以造成咱的土地得会酸化、会硬化，啊，佮表土无遮个地被植物来保护的时，落大雨，一挂好的土表土拢流了去哈。好，这你看，
八八风灾了后，这是高平的这个中央山脉吼，这一条一条白白的这种崩塌地，哦，这我最近也是在看，这拢本来拢足清脆，无这个一撮一撮白白的这哈、哦，但是八八风灾吼、哦，三天安尼所落的雨，甲一年的雨拢落，集中伫三天落落完了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这张。这里山林哈，啊有一个崩塌的所在，啊拄啊有我看到这个，我甲翕相个。另外这张树啊的扎根，这差不多十一厘米有啊。好、哦，这山顶的树啊，咱尽量爱甲保护，卖甲扯。好、哦，但是因为日本人来发现讲，哦，咱高山顶原有足侪很多几只高级的木材。好、哦，啊因为咱当初因来的时候就是要取咱只木材。你等于国内遐做日本人迄阵拢日本厝拢用木材做个嘛，吼、哦，所以需要大量个木材。啊，拄啊台湾有出产遮好个木材，佫拢袂旧，佫真芳。啊，所以日本人砍伐咱中央山脉遮个好个茶吼，取真济。但是因日本人有一个好处，因取吼，比如讲伫即个关岛三七九遮取。伊无甲了头乌掉，伊除掉即马变足块空地，伊会阁补种栽啊。但是国民党政府来，伊不但找呢，阁挂迄条头乌开做艺术品，做啥物桌啊面，做泡茶桌。哦，哎，当然单价也真悬。但是安尼结果，就即个根系就拢烂去啊。伊迄条头若只乌掉，下骹即个根系就对咧烂去啊。所以。过来，尤其譬如宋楚瑜做省省长的时候，山顶的产业道路四个开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造成山地过度开发，吼、哦，啊，佮九一一大地震了后，过头个当年也落大雨，咱的山林不是伫咧土石流，无以前咱台湾真罕伫听到讲啥物土石流，吼、哦，土石流就差不多，我的印象是为。宋楚瑜做省长了过，开始有啊哈。好，啊，咱即摆来讲以色列哈，因对水质的管理，以色列这个国家哈，真济值得咱来学习。伊跟咱的处境介同款，哦，因原来会使讲，边啊拢是一挂足敌视的国家，哦，啊，像咱台湾。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那么，咱拢是足小的国家，要对付遐大的敌人吼，所以因以色列因是全民皆兵，连查某也爱做兵。啊，那么咱台湾是作为查甫的，只要你20岁，拢爱去做兵吼。那么以色列伊的环境比咱较歹，伊是一个沙漠的国家。所以伊真欠缺这个水，因这个国家65%的水爱靠迄个加利利湖来提供，啊，剩咧35%要安怎处理？哦，因就发明这个全世界上先进的这个海水淡化技术，因这个技术会当提供25%的海水淡化。变作正水来供应你的民生用水、甲工业用水。那么，比如咱台湾，咱一年是有2150毫米的降雨量。那么以色列拄啊，咱差不多1/10无够，因一年较降200毫米，所以因是极度缺乏水的国家。啊，所以因规定，因的人袂使坐车。因水太宝贵，所有的水尽量拢俭去予农业甲工业用，而且因阁发明一挂废水回收的技术，吼、哦，甲所有因有85%以上的水爱回收，爱阁电阁制作回收倒来，但是大部分内顶只系差不多剩10%尔，剩咧着用较一般的工业用水，吼、哦。虽然咱一年有2150毫米，
的这个降雨量，但是联合国甲咱评断，咱是全世界排名第18的欠水的国家。这是因为哪？因为咱的东西向也是哦，这个幅度吼，咱的土地面积较低，山顶落的雨，你若伫山顶过度砍伐，无多安尼好啊，甲涵养这水分，一声就为溪沟就流去大海去啊！吼，啊，尤其咱台湾过去汉人来，因拢用鲸吞蚕食的方式，那看到一个较小可低洼无人种植的所在，伊就去甲侵占，啊，想办法甲填平，吼，啊，就那拄好伫都会区，就一定做耕地，就赚大钱。所以，因是功利主义，因无环保意识，吼，无水土保持这个意识。啊，只要若无人，伊就要占。无像咱原较早原住民，因是传统林立，就遮拢大家做伙生活伫遮吼，大家共用，啊，袂去抢讲即地我的，因较无讲土地拥有权这个观念。啊，所以咱本来咱的低洼地、沼泽地是咧涵养水分的，好。那落大雨，遐水会伫个低洼地区遐聚集，会当狂欢渗透到补助咱的地下水。但是咱即种填平了，淡仔加落空落，啊，除去落，即个咱的地表因为已经足少有即个涵养层，通好吸遮个雨水，所以不时就拢。不是咱溪沟就爱哦，这屋愈深愈宽，结果弄就一声就走大海去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尤其搁一挂沿海的一挂养殖业吼、哦，超出地下水，所以沿海地区像屏东那边、嘉东遐拢下限弄到10公尺以上，吼、哦、啊个，迄个台南迄边也有吼，云林遐有。那么以色列因发明这个。这个是滴灌的系统哈、哦，我再弄一个，这个等下大家这样传来看。这以色列滴灌系统哦，伊会在电工，你这个植物一丛甲一丛中间要外，吼，比如讲要三尺，一个一丛，伊就你来讲定三尺一点。这那蒙定这内底吼，这个滴灌的这个出口，啊，伊这有做一个迷宫系统，来，我这样传来看。就是你若有杂质，对啊，当有嘿，嘿，啊，即摆计是以色列技术，啊，授权予台湾制造，因安怎？即摆一挂先进国家吼，因拢发明计个专利，然后因为因爱惜因家己的土地，因舍不得污染自己的土地，所以就授权予较落后国家去生产。就譬如讲，咱台湾，啊，比如澳洲因为塑胶工程嘛，真侪专利，伊嘛是授权予咱台湾的塑胶公司去写出去生产，污染伫咱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加开小可代价，把成品买倒转去，啊，来行销全世界，赚这个附加价值，啊，咱是赚一寡代工的工钱尔，但是污染。永远留在咱台湾，哦，人澳洲迄个国家遐大个面积，因都舍不得污染因遐大片个国家，哦，啊，咱台湾就是因为咱个即个国民党政府伊是过客个心态，伊认为即个所在毋是伊长居久安个所在，只是伊一个跳板，哦，伊要跳去加拿大，也是跳去美国个即个跳板尔。所以伊袂疼惜这个所在，干那叫咱拼经济，啊无考虑污染的成本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咱台湾人，咱台湾民众呐，积极，吼、哦、爱扭转这个趋势，哈、哦，这个高耗能、高污染的，哈、哦，咱那个很罕见了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，等下我来讲这一挂自动灌溉的迄、那个。设施啦，哈，啊，因为这个以色列哈，因逐项欠缺，所以因逐项物件拢爱家己去想办法去发明做出来。
比如他們在沙漠，他們也是要吃飯啊。所以他們的農業就是發明這個滴灌，用上新的水來生產他們的農產品。你看像這個這種的植物，他就用電腦控制，看他一天需要吃多少水，他就固定滴多少，而且只滴在這個地方而已。啊，這雜草就旁邊這雜草發不開，知道嗎？因為沒水，那雜草就沒辦法存活。好 OK， 啊，這水都很鮮的，好。啊，如果說這個糧食，所有的人都要吃糧食，啊，所以以前中國，如果換朝代都差不多是饑荒，啊，那些人民無通好食，就變暴民，吼，啊，就反正政府甲這個政府甲因落變過。過去蔣介石來台灣，一直講要反攻大陸嘛，吼，欸，啊，一年準備，兩年反攻，三年掃蕩，五年成功，吼，這我還記我迄陣喏，讀到喏念到出順的，欸，啊，甲咱騙，吼，我迄陣。不是在唱《反攻大陆歌》吼，咱嘛唱到欢喜个，啊，最近那阵都戆戆嘞。好啊，即马个最近都五六年前开始接到民这个联合论述吼，较知影讲哦，咱骗我们骗很大。啊，那么蒋介石迄个时阵嘛，也要知影讲要有战备储粮。哦，这战备粮，咱可能真久大家拢无听你讲一句话啊吼。其实咱台湾。咱是一个海岛的国家，咱真容易予敌对的国家海上封锁。好，哎，啊，咱今台湾的粮食呢，咱的自给率差不多32%尔，剩的拢个进口。好，哦，啊，咱进口大宗是这个玉米哈，啊，加大豆哈，哦。那么，咱台湾人进。少年的拢食物件，拢已经西洋化，拢爱食汉堡、食面包。啊，进台湾米线，你要种伤济，惊滞销，价钱歹，较无钱赚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以后咱要行，咱可能爱行较精致的哈，就是爱做。咱民政府是以有机做基础、做基本概念，就是讲所有物件尽量用有机的，哈，啊，莫用农药、残药呢。那么，咱的战备储粮哈，以前我捌食迄个战备储粮，就是讲，甚至连战备储粮也食到无够。迄阵毋知是靠的米拢可能，国民党拢摕去外交趁外汇。我会记我这边有食到一阵是食泰国米，啊，泰国米都足歹食的。我会记我用的铝碗吼，啊，卡落，像迄刀刷安尼有迄。刷的聲音，鏘鏘鏘那個聲音，但沒辦法，我們那時候吵架，腰也是吞下去，吃下去，齁。好，啊，台灣真有在種稻米的，齁，以前像屏東平原，或是嘉南平原，那是我們的谷倉。但是你現在看，大部分都種，如果屏東就都種果樹了，或是種檳榔樹。以前，咱若看電影，若在演唱國歌的那個像即款收到的迄个画面，哦，一大片拢平平，拢是稻浪，拢无看到槟榔树。但是后来经济发展吼，起大楼啊，创啥需要做着劳工，啊，只劳工介侪拢爱食槟榔，吼，啊，煞槟榔价就足好个。我记有一粒槟榔青啊吼，16块，啊，阵个两多一斤16块啊。哦，所以是叫做绿金哦，哦，大家都一直抢种，说迄个槟榔地区，槟榔青啊，煞种足济哦，啊加莲雾，所以一挂迄个本来咧做水田的吼，拢改做种果树，也是种槟榔青啊，哈。但是以后若真正咱用风扫的时吼，这就麻烦了咧。遐槟榔青啊，若要乌掉，较要搁重种稻啊时。要花很大的功夫啊！哈，好，另外，
啊，因为布丢啊拢未趁钱，所以介侪人拢废耕，吼啊伊领补助，吼啊有诶像讲甲土地租互即个小型诶即个科技公司，因为发电啊未互带电啊咧，吼啊有诶改落饲鱼啊，吼养殖业，吼饲泰国诶，饲迄个南洋鸡啊咧吼。但你讲若战争落吼，咱台湾若防守，这敢袂当拆落来补，拆落来吃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、啊，像这真好的农地来休耕，还领补助了吼、哦，啊，这你看，顶下连面都拍到满满满，啊，这杂木吼。哦台湾足侪即个树啊咧大足紧嘞吼，像火桐吼，也是拉木吼，前差不多六七年前咧烧拉木吼，迄拉木咧大速度会惊死人吼。啊，即你若搁一直下，到尾啊，即杂木若一直出来吼，以后你要搁重新耕种，临时要重新耕种，迄真麻烦吼，迄一定要请怪手种植师来学啊。好啊，这样啊真讽刺。山顶咧撮树啊，啊再好个农地平地咧造林，啊这天地颠倒变去啊吼。好啊，这咱农业即嘛吼，因为用药用惯势啊吼，啊足济病虫害拢有抗药性，所以药啊愈用愈重，吼啊甚至有个。农民吼、哦，较无即个环保意识吼，啊，即个农药商啊，较无良心。伊若有啥物农作物病虫害，去甲农药商买药也是。有诶，农药商伊本身也毋是内行诶，所以伊着用像咧拍散剂安尼，本来是一人药会当靠就可以治好诶，啊，因为。农药商本身伊也无去现场甲你看，啊伊就原来用凭空想象，用包的就对啊。这个药啊包不掉嘛，即用像个算计拍出来就对啊。一家甲你派五行药啊，安尼伊卖量也济，伊会当加趁钱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你看即个因，即敢若无敌铁金刚呢吼，拢、哦、无防护，也无戴口罩吼、哦。啊，即着一因即。我相信真紧，因的身体就病变，因是直接受害者。吼、哦，啊，咱食这稻米的人，咱是脑农药残留，咱是间接受害者。啊，所以是怎呐？咱台湾西药剂的啦，啊，肝病、肝癌的，太遮济。吼、哦，啊，病愈起愈大间，啊，拢无够病床通好，互人急诊的用。包括长庚啦、台大迄急诊室，吼，拢咧等病床的一大堆，吼，有诶排到位坐人遐去。我记我爸爸即个中央嘛是啊，送去到长庚医院，伫遐排两工排无病床，啊，表示讲咱台湾人，迄个受着遮个环境荷尔蒙的损害，吼，对身体损害即真严重。啊！你看这海蛎啊，吼，这下三工就歹去了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下三十工阁袂歹呢，哦。啊，你看爱食倒一个，应该爱食头拄啊，这个爱食这个啦，这个较对啦，因为这就是无农药。所以这个微生物哈、啊，这真容易就甲渗透哈、啊。啊，这个三十天袂歹，就是因为伊药啊足重诶，迄糖嘛是会偏味哦。啊，这药啊遮重，这唔通食啊！你我爱我食，我就撮起啊，吼、啊，诶、欸，对无？啊，这咱家己人哦，
这感觉足水的，嘿，水的不一定内容是好的啦，哈，唔干那看外观，好来，啊这农村哈，哦这白种起啊足水的，我咧想哦啊，今嘛农村大家拢遐好个嘛，其实唔是，这拢都市人来农村买块地，因为今嘛农地量自由买卖嘛，哈，大概十年前开始自由买卖。都市人都拢伫迄个伊个周边的庄卡买一个土地咧，起一间别庄做后花园，吼。啊，因为真正的农村是足真侪足歹厝啦，吼。啊，我都无去吧。但好在讲，毋是看到庄卡足水的别庄，迄种农民起的，农民即马是弱势团体啦，吼。好，啊，咱即马讲啥呐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湾，伊用这六招，就把咱台湾人饲到大底，服服帖帖吼。第一就是二二八，屠杀咱啊要三万人的精英吼，这是日本政府开五十年所训练、所培养出来，这是非常无彩吼。啊，因为得爱有精英、有领导能力，依靠我都领导来甲你。抗这个流亡政府的这个抗暴，啊，所以伊知影这个人以后会麻烦，所以首先有计划就甲你屠杀去啊，吼。好，啊，过来就是，因1945年来了，开始就搜刮台湾的这油、糖、米这农产品，拢搜刮去上海倒卖，吼，啊，就是去支援因的国共内战，好，啊，所以，甲咱的迄阵。我细汉都安那番薯签食足济啊，因为迄阵无米通去食嘛，所有米拢差不多去予国民党政府收刮去啊。包括我还佫读小学个时，都爱有亲戚朋友要来相找，我妈妈靠下一挂白米伫个番薯签饭，啊，人客是乌白饭予人客食，啊，我嘛是佫继续食番薯签。第一。差不多八年前，啊，我着朋友甲我介绍讲有一个番薯，这个品种足好，叫我摕转去种。啊，我即马种出来，我着，我转去要煮互阮爸食，阮爸我煮番薯，可饭互你食。伊讲，唔系好啊。较早迄个中国人来，我着迄阵食足济去啊。伊听到番薯签吼，番薯可饭着惊着着。啊，种好好啊，无我煮我要食好啊。但是我底饭好食的时候，我著甲头夹一两块伫个碗内，你食咯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好食呢。隔工著去，著家己骑家拉车去外园啊，讲，哇，你个番薯仔啊，你对我摕一寡来种，即摆我家己要种啊。哦，表示讲咱农改场这个改良技术做了真好，甲较早无遐好食番薯，即摆改甲。香个甜吼，个好食哈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，阮爸因实在是痛苦啦。迄阵，阮个六个兄弟姊妹，啊，因来安尼甲咱搜刮，吼，所以阮爸爸因迄代人实在可怜。吼，啊，即嘛，甲咱台湾以前地方的属性，即大地主。伊就用这个耕作有起田哈，哦，啊个生产建筑，即个行政命令安尼哦，甲大地主变小地主，啊，这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头人，嘛会当领导抗国民党诶，但是伊就用这步，恁这大地主就阁无力哩啊哈。好，过来，恁若无听伊的话，吼，就伫遐关，吼，伫遐枪杀，吼，啊，村的人。就甲你恐吓嘛，你若无听我的，无照我的意思，就会像过去遐人掠去关掠去枪杀。啊，这個、白色恐怖，一直到即马，还阁真侪人心内还阁有即款小警种的这个心态吼，还阁会惊吓。啊，所以讲我讲恁今仔有来坐伫遮，这拢勇士啦，吼，拢勇敢的台湾人吼，我真甲你钦佩。过来用教育的方式，咱本来是
战败者，伊敢若讲，咱拢中国人，咱战赢，咱八年抗战，对日抗战，咱战赢。啊，台湾人戆戆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过去伊甲咱平埔族吼原住民拢肃姓嘛，我讲较早恁个祖先拢福建来、广东来，吼、哦、用安尼甲你骗，骗讲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吼、哦、对吧？过去我小迄个座位簿后壁就写着。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自细汉就给你灌输，讲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吼、哦，安尼就，咱本来是跟伊是敌对，煞变讲咱去甲认同伊，咱煞跟伊徛斗阵，哦，只有这敌性反转，本来咱是敌对，啊，咱煞即马跟伊是安尼，就真正台间跟国民党安尼抹子抹子，好吧，好、哦，啊，这是就是咱许用错乱的身份，伊用。渔民教育甲咱教甲，因为即六十几年来，所有的电视媒体报纸的解释权拢伫因的手里，吼、哦、啊，戆台湾人听久就叫是是真的啊，吼、哦 okay。啊，佮利用恁台湾人，都原来做个选举的吼、哦，啊，即种假民主啊，因为起跑点不一样，因为遐庞大的东山有。庞大这个媒体、电子媒体，吼、哦，啊有钱通去买条啊卡，去买票，啊这不平等的条件下，都敢那咧走一百公尺，因都起跑点伫五十公尺，他就咧起跑啊，咱要足只，伫十五秒内要足，他足会到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较算就全会算输。你讲因国民党分裂，吼、哦，像阿比啊两千年咧算，中初路甲连战。哦，因国民党分裂安尼，啊边下靠都发到，哦，捡到火烧炉啊哈。OK， 啊，这都四万换一块，都原来头拄啊用经济吼，你搁较好个吼，四万换一块拢变三千个。好、哦，另外一家是奉令以四万元比一元折成新台币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哎、欸，你个想奇怪？美国有美金，法国有法郎，日本有日元，吼、哦，英国有英镑。照讲，你中华民国，你要发你的国币，你爱发中华币啊？哪会无？哪会咧发新台币？表示台湾也毋是伊个，吼、哦。有一点，恁会当去思考看卖。啊，咱农作物吼。这些外来种的植物，这对台湾的经济民生真重要，这救真济人，尤其这个旱季哈。因为台湾早期水利设施不遐好，哦，你若旱季，你来靠种旱季，靠啊个玉米这靠物件来生产出来饲咱这些台湾人，好、哦，啊这把那这番石榴哈，啊这番茄。啊，叫做番仔姜，啊，叫番薯，即番麦，即番仔花，吼、哦，外来拢番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即外来即拢好个啊，吼、哦，拄啊独独有一项歹个外来，中华民国外来政权，吼、哦，对不？因中国人1949年来，遐是难民啊，一般难民。嘿，拢真乖，拢拜托邻近国家甲收留、甲照顾，独独这个来，伊查埔起来，或者武装难民，哇，这来查埔起来，咱台湾人无武器，都固在伊罗林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因来，你看，咱台湾人得去替伊起厝，互伊住呢，遐眷村有无？照讲，迄是爱往天都住倒来难民因，我看迄、那个。中东遐难民营都拢搭天都呢，帐篷呢，啊，咱就去乌鸦厝住呢。啊，即马住差不多30栋，讲迄乌鸦厝较旧型个，吼，即马着搁起大楼好住。吼、哦，你看像大安森林公园边啊遐个迄个国宅，迄种眷村啊，迄是全世界上豪华个难民营。吼、哦，全世界要找遮豪华难民营，无得找啊。
啊，因讲因是讲在国家讲，伊替咱守台湾，哪有战争台湾哪有堪因因战争着？啊，恁总讲恁桥下兵介伟大，诶，啊，阮诶是大人，因着去布条啊去做田，甲这稻米送互恁食，啊，敢无功劳？啊，无你干呐桥下兵着阮。台湾人的米拢卖互你食，看你徛会掂未？你徛三工，你就软脚吼。结果阮的一大人，中华民国政府敢有起一间厝给大汉无呢？拢爱拢阮家己开钱起呢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煞变作三等国民了。啊，这所以外来毋是歹，都敢那我常咧讲，敢那。流氓政府，中华民国上歹啊！哈，好，啊，我来讲这个绿美化植物这个果树哈，加宝果就是树葡萄哈，哎，这个加宝果伊真好种，我种三十担唔捌除药啊，啊，伊你若甲种几排吼，金道树安尼吼，足经济。结结袂啦，啊！但是伊卡表袂出来，吼、哦，我那一定。无伊，嘿，只要调料了无唔对，嘿，安尼你捌见过？好，我等下去讲。我、哦、啊，这若开春，伫二月份开春的是换新料啊，吼、哦，伊差不多是一礼拜来甲旧许落掉，啊，一礼拜后，这新料规个拢生出来，足翠绿的，吼、哦，足亮丽的安尼吼。我、哦啊、这是土甲挖开。准备要上市的吼，啊！这树葡萄即马有一个新的品系出来吼，这大粒种的，啊，进步定是这个啦吼，这个啦，先开头从5块至10块这个，吼，啊，这个差不多伫个这个大粒这头50块，遐大粒吼，啊，因为今我有种啊，还袂生啦吼，若有生，甲翕相互恁看卖吼，啊，这树葡萄的花，会开花，伊为头部根部遮落一直开到尾了，差不多一撮无开尔，吼、哦。啊，这花，伊这是桃金娘科，伊含莲雾、含鸟巴拉共科，拢有做桃金娘科。哦，啊，这花足芳哦，咱一丛开了吼，这个花的花芳介于桂花甲玉兰花的混合迄个气味。但是我跟你讲，那这还算细丛哦，这算中个尔。我早期30年前种迄批吼，迄300丛，差不多伊这3-4倍大。啊，迄300丛做一届开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吼、哦，迄浓度伤浓，煞变臭的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香度呐，伤过浓，煞变臭的。吼、哦，另外伊这花含莲雾介共吼，啊，伊这树干含鸟巴拉共款咯，伊用来脱皮哦。吼、哦，这用来脱皮哈。哦啊，这三代同堂哈，都熬含苞的花，熬开的，熬青的果，熬已经成熟的果。啊，你莫看乌，就叫是成熟啊。一般阮是绿色变红色，变紫色，变黑色开始算啦。第8天至第9天，伊皮更加薄呀，果酸拢比果糖好，足好食，香个甜。啊！你若寒天迄批果吼，你会当加留咧差不多13天，莫甲拌，伊会家己小可打薄的，你甲拌落来食。哦，像迄葡萄酒，原生葡萄酒，哦，有够好食。我上爱食迄款的，迄批。忙哦，好、哦。啊，莫讲，老天啊！啊、你看伊这藤壳有无？迄树啊，哪里大？这树皮的藤壳，吼、哦，对吧？啊，这安尼生甲白白的龟球，敢那一串葡萄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原地名是叫加宝果。加宝果大家听无？你讲树葡萄，大家都听有啊？哎，啊，所以顶多树葡萄这个名煞准请来。嗯，啊，这是咱台湾人较通俗的哦，迄个名称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来讲你。公家要种咩物件，你来讲叫做加包裹，啊无验收袂过吼。
哦，你看，伊头部就生，嘿，即我即我上尾个两丛，其中一丛，我迄三百丛吼，吓三丛着。迄尾啊，同行个拢听着讲，若要买树葡萄上大丛个，拢伫我因呾。迄阵家己即个因拢改定，拢取出来拢改定。因伫三十年前，甲迄树仔栽吼，因是去。这原产地是巴西的圣保罗，甲迄个里耶热内卢迄个大概800-900公尺的高原的原产地啊。夏威夷去遐引进转来生，啊嘛咱台湾人的农改场去夏威夷甲引进，因两丛种伫家己，啊有开花结果，啊因的籽甲点差不多350丛，摕去高雄的迄个大通百货公司对面，迄阵还阁无高雄的劳工法师还无。底下因有10月份的光辉十月，有一个啥物龙特产品特卖会10天，啊，我第一天去遐参观看到，哎呦，遐翕相讲，哎，太树干拢生葡萄，我甲买10几丛，甲伊交换名片。到第10天伊敲我讲，潘先生，我要转去家己啊，我还佫差不多300丛。啊，迄阵一丛150吼，是安尼，本来面起来啊10公分，啊，差不多六个叶啊，尔150块。哦，迄若伊即摆换算币值4倍对吧？600块。伊讲判者我剩300丛哦，半价卖80块对吧？我落地啊，好，拄啊有好，无涨价卖。啊，戆戆啊卖吼，戆戆啊种。到尾啊，大家拢去找树葡萄，都拢找我遮来啊。啊，大家都拢要买上大丛啊。啊，判诶，对丛上大丛。啊，我差不多即3丛啊，你家己去种。第一名卖出去，我先开2万块卖，后摆过来开3万块嘛卖，啊，拢第一名，因为第一名来卖出去，第二名嘛先开第一名，啊，所以大概来拢第一名卖出去，啊，我拢甲开关关，啊，有一届有一个西边厝的，哦，拉足紧，嗯，入来，反正看听讲你只树葡萄上大丛，我一般是安尼讲啦，哦，啊，你无树葡萄王呢吼？讲无我姓潘，我阿怎无讲？来，你对几丛上大？我讲啊，差不多即3丛。我要偌卖偌济？哦，迄拢足臭肥个型。嗯，讲迄15万。嗯，啊，我手啊较贵个。我讲啊，你西面厝吼，啊，街仔路面厝满是个吼，啊，无通个臭肥啊。啊！你住白庄，啊，即马白庄嘛是满世界，嘛无当啊臭味。啊！你个白庄，你个庭院，你甲种一丛啊，种了把它会生葡萄吼。你个朋友来，你甲臭味，恁有即落无啊？你著甲比落来对无？嗯，是毋是有影对？搞买2丛转去。啊，半年后佫来呢，就是伊即马转去了佫生哦，啊，慢了，啊有臭味了，足有成就个。过来买4丛，哎，所以咱台湾人就是为了大头兵，拢要拼第一的，吼，宁为鸡首，不为牛后，吼，对不？哦，啊，这都他变头多一丛，这是他翕1/3年啦，这丛树啊，他有要10米高，哇，唔啦，他有5米高，啊，原产地吼，巴西。伊刚才撤枝吼，都像个电线条。爱迄个爱，迄个头迄丛树啊，头12米，爱分3摆叶，啊，甲落去接。啊，这些丛啊，尔都啊生个，吼。啊，这鸟啊，足爱食，唔是鸟爱食尔，鸟鼠啊嘛爱食，吼。啊，迄鸟鼠啊吼，伊本来就涂到乌空。啊，头先食食，啊有诶加落去空内底。啊，即我原底是讲鸟爱食，我著用鸟网啊网起来嘛吼。啊，即摆鸟鼠啊，煞个月加两空入去食。啊，即摆著有一届，迄蛇会食鸟鼠嘛。哦，我遐因为我无咧无啥厝啊，所以我蛇足济。好，一只蛇吼，入去伫个。要食迄个鸟鼠啊嘛，软空入去。
啊，煞去钓伫网啊，有迄我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渔网吼，煞钓伫渔网内。啊，因为我咧草啊，个就无像这遮清气啊，像靠后壁这有草啊，这安尼吼。啊，阮大个发现讲，哎、欸，有只蛇钓网啊，叫我来斗斗白啦吼。啊，即摆就叫我讲，迄蛇物走咧坑内底，啊，用一支锤啊，为颔管啊刺咧，叫我拖。啊，我就不要不要，就拖，伊叫我拖者，伊就刺咧，搁拖，刺咧，搁拖。伊煞讲，嗯，即摆拖到尾啊煞，哎，啊，太尾啊。啊，我这边，嘿呀，笑死！啊，我那向伊讲，他系讲伊平时买啊，啊，我听唔头，啊，我一句咧，安尼戆戆去，讲叫我救，我就救。伊一个讲买啊，尔吼，我准紧放我，我立定跳远，可能唔爱跳远个，吼，我直接跳中个，两个是伫。边啊笑足久个，才开始落去处理只。哦，有够好笑个。好啦，佮讲到即只大麦丁吼，一零一中国，即只我饲十五年，啊，拄啊伫呾一个月前吼，我佮饲，诶、欸，我拢会佮放我走吼，走走啊，我摕狗了食嘛，啊，他会走走去走我门口准劈你啊。足喘的呢，我就感觉怪怪的吼。啊，休一下，伊就走来啊，就走走的就来食饲料。啊，隔天我就来遮上课啊。结果接到阮员工讲，头下啊，你只狗啊煞死啊呢，吼，足可惜。啊，伊十五饲十五年，狗啊一年差不多七岁啦，105岁吼，所以我那算长退休的啦吼。哦，阿姨，我厝边嘞，我怎啊个拢会个放嘛吼？啊，我就讲我发现讲，嗯，哦，伊都足爱食树葡萄个，我就讲奇怪，我个树葡萄太即个关都拢无去啦，就是拢尾下我甲注意甲放，伊就走去放菜，有了就开始食树葡萄，一个甲我生16只。啊，所以树葡萄可能呐，对迄个不孕症的吼，可能有效。哦，但是你莫，我给你警告，你莫食伤济哦。莫一届给你生三个哦，你一手抱一个，啊，另外迄个要抱落底，莫卡了。哦，好，好，这啦，啊，这都这拢有假的啦。哦，我这拢有假的。哦，我注意哈。啊、来介绍三月樱，啊，是平地樱花，伊个正名叫做桃红阵雨树啦。阵雨就是晴时多云偶阵雨，迄个阵雨树。啊，这个名都足歹念的，我总甲号三月樱啦，因为拢三月开。啊，伫阮屏东个平地会开，因为过去阮也足爱樱花，啊，阮屏东人嘛足爱樱花吼，就去参买啊，去阳明山买，知影当个种买会开个。结果今年开一挂，明年阁开春一半，后年就差不多热死啊！因为烟花惊热，哈、哦。啊，这每一蕊吼、哦，你注意看，改成兰花，伊这个有诶五花瓣，啊，啊有一个球啊，哦。但是你若种着品种着种着这个哦，哈、哦，这个豆饼伊开头开10%呢。啊，叶啊90%，哦，都要买到咱这個品种较对的吼。啊，即若咧出新叶，就是只花开始要谢，因为春天来，伊要出新叶啊，吼、哦。OK， 哦，这开了真热闹啦，吼、哦。这伫屏东潮州，哈、哦。所以，迄、那个有一届《自由时报》甲《民众日报》遐采访报道了吼，啊，真侪人找我遐去。讲啊，潘先哈，早知影你遮有，我就毋免去阿里山遐，也不开你遮遐水，我阁去予赶到要死。哎，伊讲好，欢迎你每一年头三月你拢来吼、哦。OK， 我那开了真热，啊，这一个好处就是，
伊火烧了头一个月，真了，连咪着发到安尼青翠青翠，着会当夏天着当遮阴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咧开吼，含苞的时是较红，啊，愈开愈粉蓝，啊，到白，那白色着准备要烧去啊，吼、哦。但是你头拄看迄花安尼遐济吼，无雕到半枝果。伊枝花不亲和啦，所以家己无法度授粉哈、哦。啊，这里是国外，因为这可能种几啊十年啊，啊，因为我拄啊种九年尔哈、哦，我这头种九年尔，还要输伊啦哈。假以时日，我另外来要开像伊只水哈、哦。OK， 好，我来介绍这个水果叫做黄金果，因为伊皮是金的。啊，佮黄色个，吼、哦，你看伊阳光佮照了发亮，吼、哦，所以佮号这个名号做黄金果。啊，其实伊个迄个拉丁个名叫阿比尤啦，吼、哦，后人翻做艾蜜果，哈、哦，啊，但是用黄金果，敢那咱台湾人较好接受。吼、哦，讲黄金果，今麦大家拢讲黄金果，大家听较有。吼、哦，啊，伊这个果皮当佮写字，吼、哦，大概写了三分钟后，伊个氧化，这字就浮出来。我一定会当含苏葡萄包做伙做一个小礼物，送我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？哈 ，OK， 好、啊，这是大粒种的，这粒头一斤哈。啊，拄啊看迄细粒种的，差不多三粒一斤。啊，因一般初期咧做礼盒是装六粒，一克啊500块。但这里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讲它不耐储存啊，所以。要商品化，较无遐容易，干来顶在地的这个市场的对吧？好 ，OK， 过来介绍这个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，红莲果，产量多，佫好照顾，免喷药啊。好，即我外乡啊吼，啊我若用草生栽培啊，啊这是、个、我朋友啊。伊都甲草啊，拢无除较清楚吼、哦，这都伊搞袂知啊啦吼、哦。过去伊种别个品种吼，拢无算销售拢歹，价钱也歹啊，品质也歹。啊，搞买这个品种了，伊即马翻身。伊前年甲过去年，拢比赛冠军，红龙果比赛冠军。好、哦，伫这个供奉山热带园艺试验所比赛，诶，红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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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诶，红吧，我知，但是迄产量少，嘿，啊，迄真好食，无毋对，嘿，迄我若捌见过，嘿，哇，每一次吼，刺啊个，一次足长啊。好，诶，这是。花苞都要出来哈，我、啊、这里、个、伊这个花苞哈、啊，这两个一定把一个蔬果的时候除掉，啊，这个花一定来做蔬菜料理，哦、啊，你个切了幼幼，啊，来做煮卵汤，家己就看见啊，免个，诶，也有足济迄个植物性的胶质，哦、啊，而且伊拢暗时啊，它八点开始开花。啊，明仔八点就差不多下呀。这个花吼，拄啊像昙花一现同款，嘿，同款，同科嘿，同科嘿。吼，啊，这个是紫蕾啦，啊，这个是雄蕾。吼、啊，伊这花粉啊有落到这个坑里面，安尼就授粉完成哈、啊。这个品种真好，伊的风味吼足好个，诶，啊。我想要讲伊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呢，因为迄阵我叫阮大哥咧种的时吼，安尼一条种，啊有一条伊甲种倒边，为顶管发根发落土噶，哦，啊、看着爱笑噶，啊所以讲全世界你要甲种好死足困难的啦，哎呀，吼、哦、啊，而且吼、哦。伊一年伫阮屏东会当生十一摆，
啊，你看有啥物水果一年生十几摆，莲藕啊一年一摆嘛，山药嘛一届嘛，荔枝嘛一届嘛，哦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产量多，搁好管理，我拢无除药啊。但是有一点，果蝇爱掠起，吼、哦，果蝇爱用诱蝇的迄个物件来甲诱蝇甲掠起来，甲公的拢掠起来啦，伊拢掠公的尔，啊，母的照常一定。但是未生虫，因为迄种怕卵，吼、哦，无交配过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的水果吼，无咧上市场啦，因为呐，就敢若阮太太遐登记吼，都卖不完啊，直销产地直销的对，你都爱先来登记，啊，照排班，啊，有时啊，产量伊这花是一帮大帮花，一帮就小帮，啊，若小帮花啊，但是订单较济。就要减半供应，比如你给我订二十斤，我可能才来订给你十斤而已，吼，安尼，拢无上市啦，吼。啊，有时啊，若迄个果蝇订了较严重，安尼一粒足歹看，啊，有个人会嫌嘛。啊，我就甲阮太太讲，啊，不你啊讲，我叫阮先生吼，另外一撮甲你喷药啊，互生了逐丛足水，安尼互你食好嘛。哟、啊，安尼没。叫安尼得啊！好，来，佮介绍这个植物，这个罗根梅啦吼，伊出新了拢红诶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我看，差不多九点啦吼，啊，大家休息，我若我休者，我若讲甲口干舌燥啊，好，我来，起立。加你，啊，请坐，休息十分钟。